刚刚一脸不屑。看这个可以维持多久。啊，小心前进。好像维持住哦。换到全萤幕。OK。这个小傻瓜，嘿嘿嘿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正式开始啦。任せるがよい。哇，一进来就一个大怪兽。危険度大。どうか気をつけて。危险度高，请小心。这种好像是没办法集运的，所以至少撞个屁屁，至少求个先发制人。標的に気をつけて。俺の番だな。日比，你真的是在哪都卡，我要换一个位置。之前是换哪？好像哪里都很突兀哎。先这里好了，我们今天主要是战斗嘛，战斗的话放这里应该还行。好，马上遇到两只大怪兽，先来一个龙焰级好了，四只都可以打。燃え盛れ。Let's。漂亮。私の番ね。诺斯的恶魔。他们都有很强烈的魔法。他们的属性怕的是橘子兵，怕的是空跟石属性。好，不怕橘子兵，怕空跟石属性。空跟石，那个黄金球应该是打他们蛮痛的吧？行くぞ！橘子兵生什么病？橘子兵肠胃出问题啊！至光剑。所以后来吃了那个肠胃药之后就好很多了。一开始去看医生，其实他没有对准下药，所以还是一样。然后是后来转去大医院，然后检查。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检查出状况，只是用推测的。你诺斯恶魔，这根本就阿谦。后来用推测出可能跟肠胃有关，那就是先喂肠胃药。那如果还有问题才会进一步的解决，想不到就恢复正常啦。但是来打一下，他小因为是新机械压来打法，地下的火把拿走，这样可以有效解决其他的。为什么把火把拿走可以解决其他？行くぞ！太理解了，太理解这个关联了。後期試合！果てるがよい！把火把拿走，等你回去的时候也都是一堆怪。好，我们成功的打倒了阿谦，不对，打倒了这个臭。見事な連携だったな。安心。なんとか合わせられたよ。各种升等全面升级啊，好爽哦！来灵窟真的是一个练等的好时机。やったね。这个环境感觉很特别，哇，两只怪连在一起。私の番です。ちょうど。至少 A 二 combo， no 一个二 combo， 俺の番だな。现在是个二 combo， 我们就好好的来打一下。你の肩、嗨！他把敌人移到脚下。空手だと、こしゃくな。好，这样虽然看不到黎恩的头，但至少。气都看得到，就还没问题。行的啦。战斗神器。
黑暗魅蝶，好，我们到明天走。不是很确定。疾风改，哎呦，一干一个 miss。那我们只好使用一个连续猛攻。OK， 伤害还是非常的足够的。这时候再来一个光源牙，应该有机会直接把他们干掉。哎呀 ，nice！ 不愧是我的二老婆，哇，1万哎，19000哎，因为是连续作战，所以那个经验就是两场累加，好猛哦！我忽然间开始很喜欢这种连续作战，怎么办？原本一场只有5000，有没有？因为这样子打，整个就 double， 好爽。因为乖乖吃药嘛，他是吃胶囊，所以要把它用那个管管把它弄下去。对，但是基本上他还蛮乖的，就是东西在嘴巴，他愿意自己吞下去。石造的桥，架起桥梁，感觉应该就是用劳拉。嘿嘿，跟着直觉走就对了，架起了桥梁。哎呦，年巴达，连中年巴达，开了，打爆你们！この光気逃さぬ。My， 你の肩应该不会死，哎，死了耶！我蛮想要情报跟查一下。我让他们烂成这个样子。哇，神盾升的呢？对，打你，打你。哦，肚子好饱，我们吃那个麻辣锅真的吃的太多了，吃了太多太多肉了。他们真的是不吃哎，买了一堆肉。心してかかるとしよう。士兵基本上病已经好了啦，对。手ごわいぞ、気をつけろ。俺の番だな。来个龙焰机。今年他的状况就真的很惨，就都不吃东西，直接瘦了0.4公斤，0.4哎，他总共也才2.4、2.6公斤而已，直接瘦了0.4还得了？心超疼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他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了。嗨，嗨，什么攻击的？哇塞，好猛！可以，哇，好饱，我要打嗝了。不小心打了一个嗝，这真的好饱。混在饲料里面的话，猫咪基本上也绝对不会吃的。对啊，就是要想办法用那个叫什么，就是类似针筒，可是前面不是针，就是宽的那种，然后夹着那个饲料。把他的嘴打开，然后把饲料弄进去，砰！一个气，随着那个气，然后把那胶囊努力的藏着，弹到他的那个喉咙处，他就会哦哦，难免就会吞一下，就把胶囊给吞下去。我第一次也是失败啊，弄了几次，然后成功之后，接下来都蛮顺利的。后面吃饲料都吃那胶囊，都一次都成功。子斌其实。在强迫位置上面还蛮硬的。狂怒方尖碑。啊，直接把后面那个秒了。这侦查不到，原来是先用这个。龙焰只打个少打一只看看。
随即。私の番ね。大空。好，那来个破局之印。行くぞ。光云呀。逃さない。敵ユニットの傾向を解析。ユーボボビン。解析完了です。哇，这招有可能直接把那个大家伙干掉了。真的直接撑死啦，没关系啊，之后相信还会再遇到他，就可以撑场。みんな大丈夫？经验丰富吧，8000还不错。然后等级的一直上升，经验就开始越来越少。不过还 OK 的，现在还是一个狂升等级的时刻。远古巨岩，感觉像是地属性的最强的魔法。我们微看一下，对，地属性威力 SSS3S， 但是它没有加特别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先不用管了。居然有这个直接长这样的怪，是不是很想打啊？毕竟他跟大家伙们在一起的，我们都打了。哦呦，又不是你阿谦挡路啊！你前面有宝箱啊！我看来只能直接一定要打他了。我还是不会晕的。呀，不是每只猫咪都容易喂啊。它有一个技巧，但是就算你技巧对了，也不一定可以喂成功。龙眼鸡，来。私の番だな。はい。後期。連中猛攻。わかった。哇哦！要把他们都干掉了。はい。え。チャンス。他们的追击是完全控。一定要带一个魔法。哇，好爽！白沙。的魔法攻击真是超痛。非常知道知道，士兵现在鼻子刚好对准我的手臂，所以一直呼出那个气，暖暖湿湿的，觉得那个感觉很神秘。任せてちょうだい。哎，我不要你一只，我要两只一起打。两只蝴蝶，怎么都难射啦！两只蝴蝶一起打，一起打。ここが勝機ですね。行くぞ！疾风改，直接秒杀。今だ。付き合い。KO。続けてきます。什么？将他们成功。怕风属性，没有办法。对，寻找要不要大的、大一点的魔法，又不要耗太多的 EP。No。大麦。范围攻击力。太过分了！哇，直接干掉一只！
No， 他过来点我魔法只打到他一只而已，怪只哦。